于台湾海峡的海上明珠澎湖，素以碧海、蓝天以及美丽的白色沙滩著名，每年可吸引数十万的观光客。但澎湖除了碧海白沙以外，壮观的玄武岩与独特的海岛文化也很值得品味及欣赏。初夏的菊岛，随外可见陆续盛开的天人菊，在遍野的天人菊陪伴下，让我们到这些地方欣赏澎湖的玄武岩风情吧。西卫社区临近马公市区，交通便利，以手作面线闻名。除了手工面线，很少有人知道西卫尖山脚海滨有两座可见澎湖火山活动的低频火口，其中一座就在民宿旁边，走过民宿前的小路就可到达，非常方便观察，是离市区最近，而且不受潮汐限制，说是澎湖最容易到达与最容易看到的火山地形也不为过。西卫社区的另一个火口就离岸较远，需要大退潮时走个十几分钟才可到达。这两个低频火口的结构完整，可清楚看到一圈圈的同心圆与切过的同心圆往外放射的节理。同心圆的形成类似于泥火山的缓和喷泉过程，应该是岩浆喷发后期，喷口处的熔岩池因缓慢而断断续续涌冒上来的岩浆或气体的推动，将喷口附近的岩浆不断往外推挤而造成。当停止喷发后，熔岩池中的岩浆开始均匀地冷凝收缩，过程中产生了切割过同心圆的放射状节理。西卫手作面线传承百年，纯手工经过15道繁琐的古老制作，洗面、拉面、甩面即为其中三道流程。西卫面线 Q 而不烂，有嚼劲，带咸味，是澎湖人的最爱之一。近年来经过推广，已渐渐成为观光客喜爱购买的伴手礼。锁港，一个游客前往山水沙滩丰贵洞路上必须经过的渔村。早年锁港居民多以捕鱼为生，尤其以捕捉小管为主，锁港这一个地名就是来自于小管的台语谐音。一般游客都知道锁港有正峰的南北之物塔，远远就可看到紫薇大帝坐镇于屋顶的紫薇宫，以及可以吃到好吃的肉粽米糕的金锁港美食。但锁港海滨玄武岩海岸还有火口、海石拱门和熔岩池，这些独特的地形景观就很少人知道了。海石拱门的形成是因为突出海岸的海角两侧不断受海浪的拍打破坏，在节理发达或较松软脆弱处先被侵蚀出海石凹壁，进一步破坏则变成海石洞，最后贯穿了就变成海石拱门地形。澎湖这类地形最有名的就是金鱼洞，另外花屿也有海石拱门，而东屿、平屿岛上则有陆上的海石拱门地形。青湾的大马路旁矗立着层层堆积的岩层，诉说着澎湖群岛火山活动的历程。两层玄武岩地层夹着一层砂岩岩层，说明了澎湖在1740万至820万年前的火山活动期间，岩浆并不是连续的喷发，而是曾经有停止休息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段没有岩浆喷发的时期，让泥沙得以在浅海环境中沉降堆积而形成的砂岩岩，就在著名的青湾玄武岩地层旁边。日据时期的废弃军事营区已规划改建成为具澎湖在地特色的仙人掌公园，园区内除了种植生长在澎湖各种仙人掌外，也引进有特色的品种，游客到了这里
除了可以观赏到壮观的柱状玄武岩地层，还可以了解澎湖仙人掌生态和其他稀有的仙人掌品种。风柜洞是玄武岩海岸的海石沟以及海石洞地形，因海石洞顶端的玄武岩结立，经过长时间的风化侵蚀而贯穿成为狭窄的透天缝隙，以致海浪灌入洞内时，将洞内空气往洞顶的结立缝隙挤出，而发出巨大的响声。甚至在风浪大时，海水也会有狭窄的缝隙喷溅上来，而当海浪退出洞穴时，则会将空气由结里缝隙抽吸进洞内，时也发出巨大的声响。海浪来回一压一吸，不断地重复着，就像古时候的风柜鼓的动作与声响，因此得名。慈溪岩部是位于西屿慈溪村的壮观柱状玄武岩景观。早期在玄武岩海崖上面有一座九孔养殖场，会定时放水，水顺着结理分明的柱状玄武岩流下来，就像瀑布一样，当地人又称九孔瀑布。现在去已经看不到这座九孔养殖场了。形态多变壮观的柱状玄武岩是澎湖的地质特色。均质的玄武岩岩浆冷凝收缩时，因向收缩中心等距离收缩的作用，会呈现六边形的形状。但因实际上喷发的岩浆并不均质，所以野外观察常见柱状玄武岩有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等不同的形状。观看完慈溪岩瀑，可驱车往南到内安村。西屿内安村有两座石塔式的石敢当，因外观形式男性与女性的性特征，而有塔公塔婆的称呼。塔公塔婆中间相距约100公尺，由玄武岩石块堆叠成的石墙连接起来。据传因西边外海扁钻形暗礁的煞气直冲村内，为了阻挡此煞气，才建造了塔公塔婆。